来一个。我觉得心大哎、欸。我觉得乔泰蛮好看的、啊。乔泰，乔泰，粉红色哎、欸。古堡，古堡吧，古堡，古堡。格子同学，格子，格子，算了。哦，对哦，哦，正解，正解。严品，严品，严品，最勇的。啊、加油，加油。然后球星加我 IG 啊。OK， 来。球星加我 IG 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乔泰，古堡，古堡加上、啊。光复高中的球星蛮好看。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是谁，内力的，很帅，他们的那种风格还蛮抽象的那种。要注意过。台中的那一间，台中的那一间。我们来，我们球星最多了，四个。新大附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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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台中的，我不知道。光复。对对对。没有啦，没有，我没有追踪啊，我们一年级比赛的时候看到的。我对这个没有研究。哪一队球星最多？光复，这最了解了。还是搜索光复吧，我们这一队啊，我们这一队。去打，对啊。下雨天，然后喝酒天那个。没有，我们不喊声了，我们不唱歌了。开走蓝天的。给你好了，给你好了。这个是我们球队最会的，因为我们有汪以欣，他是汪贴贴，他最会唱应援曲了。这个真的会放出来吗？潮州高中跟花莲高中。花莲高中。那你们最什么？我被打。等你呢。球队掉了。社团。西中。西中西中。那你们要不要对对手说一句话？我是说，好加油啊！加油，好好打就好。交朋友就好，打开心了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可能林口或树林，对。林口或树林，那你觉得你会打到什么？林口？哎，树林啊，树林。都不能讲啊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我那个练球隔壁是古堡，小心一点。中正预校，我们不用剃平头而已。我们要进三二打平阵，用实力去赢平阵。你们注意一点啊。手到后面一点，不然学长太强了，会被打爆啊！小心一点。那个中山工商。在场说声好。我们会赢。我们会开心打败你们。我们会开心打棒球。第一场打明伦，明伦。那你们从话想对对手说吗？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强，就照顾一下。对。打成功高中。等一下就要打，那也要跟成功高中说。就我会毫不保留的全力挥击。好，各位台中的同学们，欢迎来读岭东高中啊！我是来读的。投票了，投票了，投票，投票，是这样子哦。对啊。我一直到一个。知道忠诚庆国，忠诚庆国。白痴，这个会放上去啊？这个会剪吗？我们是花莲高中，就我们学校就人帅。帅又漂亮，就帮忙一下，投一下。我也很想拿那个500块，那个李倩。500块，那20000块呢？那个 YouTube 订阅棒球人，然后那个帮我们投票，我们要拿那个10000块。哦，两万，我们要20000块，我们要买书，我们要上台大。请大家为我们一起鼓掌。请大家一起帮新竹公司投票投票。请大家帮光复投票，请大家帮延平投票。那个大家可以多投淡江高中一票，因为可能是我唯一一次打黑豹旗，所以大家记得要投淡江高中哦。请投英歌工商一票，投张师傅工就对了。唯有美和无所不能，就是反正投美和一票，美和最棒了。我就是现在，我就是现在，上麦。我就是现在。